生活中缺乏了太阳化，相信日子一直都是灰暗的。在吗？我们边走啊，这样边拍，自拍。桥之后，好，马上要这个进到我们的百万富人湾，啊，一些明星的住宅呀、啊、重要的景点呐、啊，都在这一区了。我们所有的人不要忘了，啊，我们过了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用脚步到顶的地方拍照啦。